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禁闻》。中国新年前夕，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国际特赦香港分会等四个民间团体于2月7号和8号连续两天，在香港的几个繁华街区开展新春团圆行动，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大陆意见人士以及因为声援雨伞运动而被关押的各地维权人士，让他们回家过年。他们还为狱中的良心犯募捐，很多香港的市民也在现场签名捐款。中共当局2月6号查扣了由香港民主党在中国大陆订购的7600卷卫生纸和20000面巾纸，这些产品上面都印有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头像、豺狼图像，还有骗子字样，以及中共的党徽。香港民主党人士表示，被查扣的卫生纸和面巾纸原定要拿到下周开张的年货市场上销售，为了争取真普选行动而募集资金。法新社报道说，香港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表示，这些产品只是在开玩笑，并不危害国家安全。中共的做法是打压言论自由。中国防治艾滋病学者高耀杰2月7号在美国纽约获得了2014年度刘冰燕良知奖。评奖委员会表示，奖项授予他是为了表彰他持守良知、悲怜苍生之人道精神和母爱。高耀杰在致获奖词中再次指出，中国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不是性传播，而是卖血和输血，但是中共现在仍然从上到下都在掩盖。他说，武汉大学的桂仙教授的统计显示，卖血农民感染艾滋病率高达60%，而夫妻中一方有艾滋病的同居5到10年，感染率不到10%。现年88岁的高耀杰医生，2009年为了保存艾滋病资料而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自2010年起在纽约曼哈顿居住。2月7号，河南平顶山市五羊钢厂的数千名工人因为工资过低引发罢工，要求公司加薪。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报道，工人在与公司高层谈判失败之后，到厂外堵路抗议，大批警察到厂戒备，期间发生了冲突，有工人被打伤。好，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新闻。